终于啊，哦，三大职业都讲完了。来，观众最喜欢的游戏《热血龙城》，不不不，那个什么《暗黑起源》，《热血暗黑》一起玩哦。竖屏全平板。哎，我先想想啊。那我们这个游戏要先讲什么？啊，要不要先讲这个啊？可以。感觉可以啊、哦！哇哦，哎，那可以先讲守护精灵哎，太可爱了。我觉得你们可以先玩啊。这什么意思？行啊，八二，哎，聊天室也加我了吗？不管了，等级的变化，看一下。然后把这个解解啊，追魂，然后去推啊，点一下，OK。哎呀，现在几点啊？可以逃走吗？